欢迎来到台湾最美的瀑布澳花瀑布，介于南澳跟花莲之间，这里就是县界了，超美了。去年我在和平村的旅馆民宿工作，那时候有带少数几个朋友来，以后我想带更多人来，不是只有原住民可以来这边烤肉。这水潭超清澈，台湾最美的瀑布，不是浪得虚名。好，好久没来，来一个超低空的特写。澳花瀑布，以上。